游戏装备了，最新款的游戏装备便宜卖了。游戏装备大甩卖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嘞。买好货喽。哎，叮当老师，东东助理，你们怎么在这里啊？叮当老师，东东助理，你们竟然摆摊挣外快。哟，可以啊。老师，你这装备怎么卖啊？哎，东东，这个多少钱来着？这些都120。啥？你这都成这样了，你要120？哎，二哥，圆圆，我们快走吧。你们想不花一分钱拿到那些装备吗？嗯，还有这种操作？我们等会儿这样。来了呀，这装备不行呀、我就给你讲120最便宜的了。哎呀，叮当老师啊，东东助理，不是我说，你看你这装备真的现在都没人玩了，过时了，快扔了去吧。这个过时了吗？没呀，我记得我买的时候他不告诉我是最新款呀。还有这个，你看，不是我说，这连铅管都没有，这怎么玩呀？扔了，不会是我被人家骗了吧？你看，还有这个啊，你先玩。我当时买的时候，他明明说是最新款呀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也不行，哎呀，不管不管了。还有这个，哎，叮当，你先听我说。啊，就这样，你先别管他们，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啊，这些装备我都是全新买的，我真的没有贪这些钱。你买的时候人家你也没问啊？哎，不行。行了，先别说了，你俩到底买不买？不买赶紧走，要不然影响我做生意。行了，你们赶紧走啊，赶紧走，我现在要跟叮当掰扯这件事，听到没有？赶紧走。你这些本来就过时了嘛！哼，愿走，他们的装备过时了，咱们不买了。这俩人简直就是捣乱嘛！就我去把装备都捡回来。好嘞。嗯，叮当老师，刚才扔这儿吗？哎呀，刚才就是往这个方向扔的呀！哎呀，装备他在他们那，愣着干啥？赶紧追啊！好。点击下方游高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我先打，我先来。行了，今天食堂有新的活动，你们想打多少就能打多少。丁娜老师，那我想吃这一盆呢。没问题啊，你要是想要，这一盆都是你的。那谁可以有这个机会啊？啊，很简单，你们要比赛喝可乐。喝可乐？是的，没错，你们谁喝的可乐最多，这个名额呢就是谁的，是不是很简单呀？喝可乐那还不简单？哎呀，我都不好意思说，我最爱喝可乐了。哎，你们等等我，我还没喝呢。不好意思，二狗，这种事情不会等你的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出大招了。你们两个，东东助理，这个也是可乐吧？嗯，哦，是，这也是为你们准备的。没事，多喝点啊！我倒要看看你们喝这么多怎么吃饭。同学们，不要着急，慢慢喝，别呛着啊！来，圆圆，来，再给你来点，来，嘿嘿，多喝啊！哎呀，我喝5杯了，实在喝不动了。我这都6杯了。叮当大厨，我这一桶也喝完了。叮当大厨，我最厉害了，喝了这整整一桶，这名额是不是就是我的了？没错，这个名额就是你的了。哎呀，这喝了这么多，我都喝饱了，不行，想上厕所，我不吃了。哎呀，我也不吃了，我也饱了。二狗，恭喜你了，这一顿饭都归你。来，哎呀。叮当大厨，不瞒你说，我很想吃这些饭。
但是我实在喝得太脏了，我要上厕所了。哎，想吃再来哟。哎呀，费了这么大的劲，一勺都没吃啊。虽然费了一点可乐，但是我们的饭一点都没让他们动，你真是厉害呀。以后我们就要多搞这种活动，他们喝饱了饭就妙妙，咱明儿接着搞。点击下方游高视频加个关注呗。哎呀，人总有看走眼的时候嘛，谁知道一落地就是轰炸区啊。哎呀，那我们得赶紧想个办法出去啊，要不就撂在这儿了。哎，我突然想到一个地方，跟我走。我跑不动了。我也跑不动了。小雨，你带我们跑的什么地方，差点进不了圈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我去。哎，别一天逼逼赖赖的了，我哪知道怎么就跑到轰炸区了。太危险了。哎，二狗，哎，他真的是追追追走。哎，小狗别跑，投降吧。我信你个鬼，你们连装备都没有，我们凭什么投降？就是啊，就是啊。金丹老师，东东助理，那有装备。装备，东东，小雨上。哎哎，别，听见吗？那有装备，咱们一定要抢到，走。二狗，你今天死定了！跟他们废什么话，开枪！嗯，哎，哼，今天我就用信号枪教你们做人。哎呀，二狗，你怕是在做梦吧？信号枪能打死人？我告诉你，在我二狗这里没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小雨，叮当老师，你也逃不了。啊，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信号枪能打人？这次还是我们大意了呀。哎呀，二狗，我们又吃鸡了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就没有我二狗做不到的事，走。点击下方游高视频加个关注呗。欢迎大家来到真人游戏现场，这是你们的装备，请随意。我去，你们怎么都有装备啊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真的有人没有枪吧？那我们岂不是你们干嘛？没装备就没装备，没装备你们更应该什么？应该给我一个灭了你们的机会。哎，追！这什么东西，吓我一跳。辣条，这装备没捡到，捡包辣条也行。恭喜获得少女坦克铁小班的手表变频器。什么？少年骇客田小雨同款手表变身器？你按住手表，模仿沙雕队大叔的666啊！这有了这变身器，还拿什么装备？我不是赢定了吗？阿狗，阿狗，快出来吧！啊！自寻死路，兜兜转转，你竟然又回到这儿！打！你们怕是没有机会了，奥特曼！什么？这是什么情况？
跑是跑不掉的，让你们感受一下磨刀千仞的伤害。点击下方游高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